就打好每一分吧，做好每一拍的连贯自己的，就更加的投入比赛里面，尽量在我们出战的时候能拿下就是我们那一分吧。对，那肯定是争取每一场的胜利嘛。对，只要无论是我们还是陈哥他们都是上到场面，都是为这个中国队付出。